糟了，又要超时了。哦、不好，被发现了。笑什么？你开过这个车吗？我是确实没眼住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话，你有没有开过这个车？我跟你讲话，你听不到是吧？你有病吧？开车是了不起是吧？现在的人都这样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误会我了，这个是我哥的车，他让我帮他开回家，但是我不会开，你能帮帮我吗？那当然是可以啦。看人真准。走吧走吧。看来这是遇上傻子了。到了。嗯，谢谢啊。哎，不用谢，下次这种好事儿，哎不，有这种忙尽管叫我帮。哦，行啊，那你要不要上酒店喝杯茶？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。好呀。哎不对，外卖还没送呢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太好了，我跑得快。你的外卖到了，来。啊，完了。